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中研院的院士于靖院士来给一场演讲哈。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颁发清华荣誉讲座给于靖院士啊。那于老师的这个杰出成就，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中研院院士哈，然后是数论学界的泰斗啊，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啊，从院士啊、国家讲座、杰出奖等等啊，所以我想研究成果我想不言而喻啊。那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研究上的表现，于老师在传承方面也是大家的表率啊。那大家都知道哈，常常说我们在大学呢，最重要是做研究、做学问啊，如果不会做学问呢，也要做事，不会做事也要做人啊。那所以呢，在做学问方面呢，于老师把最好的两个学生留给我们系啊，两位都得过杰出奖啊。那至于做事做人方面，于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们啊。我自己还记得十多年前于老师离开的时候，有叫我说要学习跟老人家对话对应。那我这几年觉得，哎，于老师的话非常的有道理啊，所以呀，我们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啊。那所以我想我们就呀，在这个机会呢，颁这个清华荣誉讲座给我们的客人。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呢就开始哈。那题目是 On Geometry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trices，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客人，谢谢。很高兴今天能够回到清华来。那这个我是2009年离开清华的，那在这边有10年的时间。那2009年离开是因为我太太在台北接了一个工作，同时她就离开清华。但是我很珍惜这个过程，2009前10年在京都跟大家在一起，这个有很多的朋友，有老朋友、新朋友等等这些事情。那所以我很高兴能够今天来做这个演讲。OK， 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讲这个 geometry 跟它的 complexity， 这个 matrix multiplication 这个认识了吧？其实我们通常给学生演讲有两种，一个是讲自己比较这个专长比较 technical 的这个一些最新的结果，这个研究领域上尖端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演讲，是比较广泛的一个 spectrum， 一个 landscape 这个。那我从前有一个同学在清华，他在清华这个一辈子这个已经走了，很可惜走了，很遭殃。我在清读的时候，他就常跟我谈起，他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比较广泛的演讲，把这个数学跟其他的领域做一些结合。那但是数学其实这个是可以连接到很多很多的领域的，现在是各种发展。那所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对于有一些年轻朋友的，当然从我角度来讲更加重要，就是说其实是海阔天空，可以发展了很多。那我自己是研究纯数学和数论，但我今天不讲这个专门的这个数论这方面的内容，而讲这个选择这个目前这个今天的这个题材。那这个题材第一个开始就是说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点是这个 complexity， 就是数学跟 computer science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点了，就是作为年轻人要有很好的前途在可能发展，这个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未来
数学跟很多的 science 结合，那对数学一直是纯数学来讲，这 complexity 一直是 computer science 所谓的 complexity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这个，然后也用到很多很多数学，各式各样的数学。那什么是 complexity 呢？是 complexity 就是说，因为这个 computer science 以及各个原因，我们都叫很多 algorithm。一个算则或者算法，对，对大家来讲，这个是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个 big data 时代，所以我们对于数学的这个 algebraic operation， 我们要研究它的这个复杂度。那什么叫研究复杂度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从做这些 operation， 从加减乘除开始，我们输进的 data， 这个其实是比如说数字 n， 对，这个 log n 代表位数，对，比如神经位或者二就是 log n， 就基本上，所以 log n 如果把设成这个 n 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看一个程式，就看它随着这个数字增大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因为你有一个不管任何算法写程式到电脑算的时候，你要看它随着时间跑得快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那所以如果这个需要的时间是这个 n， 我们数学符号 o n 帮着摆这个人的 power 或者人的一个固定的 power， 这个是 n l 一个 power， 这个 polynomial time， 随着这个 log n 的增长，这个 log n 其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 bit， OK， 那 polynomial time 这个是理想时间，但是很多事情你要摆 brute force， 摆这个尝试错误等等，你看其实不是 polynomial time。的时间，比如说 exponential time， 所以你要用大n而不是小n来看这个来算它的时间的这件事情。所以从最简单，从国小开始，我们就面临这个做这些计算。比如说，我们算这个加法，我很简单的 recall 一下 addition， 当然就是 subtraction。这都是 O N 帮着摆这个时间，就不会，因为你看这几位，大家从小学加减就对位，然后每一个位置你要来做一个计算，所以那个时间是跟你的那个对跟这个 N 乘正的比例的，所以这是简单的计算或者快的计算。但是到了乘法，第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乘法 number。你就发生这个，你很简单用这个去算的时候，你其实是要 O N 平方这样子的这个，然后你可以研究 complexity， 就会 improve 这个点，你可以 improve 到小于 n square， 这个事情，呀，比如说这个 O 的 n 的1.5， 比如说像这样子做计算，甚至于再稍微小一点，但基本上要比这个 n 的1.48要大，这也是这个可以 improve 到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这个基本的 fact 在从国小开始，就是你就说这个乘法，我读法。这个乘法，这就是比较大的 exponent 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用 notation 用 mn， 比如说在咱们 computer 上用 mn 代表这个 complexity， 好 multiplication，
所以一个基本的事情，当然是你在做写任何程式或者在编这个 computer 的时候，对吧？你希望你的算则是能够越来这个用，比如说用越少的乘法，会比用加减法用这个比较好，就是说比用多的乘法就会省时间，省时间在这个时代当然是省钱省很多事情，这个这些。那我今天要谈的是这个，今天呢，我要谈的是这个矩阵的乘法。那矩阵乘法当然是，我们可以想成，如果我量 a 等于这个我们也写下来 a 文文 a 文 two， 对吧？a 2 1 a 2 2两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二乘二矩阵，矩阵的乘法是这个，b 2 1 a 2 2，那所以你乘这个标准的这个standard 的这个 algorithm 矩阵乘法当然等于安全相乘。所以你怎么做呢？你的做法是这个，你定这个，这个 a 乘 b 等于 c， 这个矩阵呢，那你这个 c 问问，底下这个每一个中学生都会学到的 b 问问，这个 a 问 two， 这个 b 2 问。一直到这个虚数数，我就不写下。那这个呢，我们把它写成了这个虚问问，这个虚问数，虚数问数。所以我们有四个 entry 做乘法，做矩阵乘法的时候，你是把对应 entry 乘起来加起来。那你这样子的 algorithm 呢，你需要你每做一个这个 entry 的时候，你要用两个乘法。所以，你将需要八个这个 modification， 这个对应的这个 scalar，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任何一个高中分得很清楚的。哎，那你如果说这个，我用小文先代表这个 size 啊 matrix， 所以我们会需要你的这个 standard 乘着三次方 do multiplication 啊，这叫 matrix。A 和 B， A 会做这个，所以二乘二矩阵就要二三次方乘八个。所以问题是这样，是开始的问题，就是是否有这个。
德国人 Srassen。他写一篇 paper， 你可以，你确实不需要的。seven enough。不是用这样子的这个法，多用几个加法减法，但是从八个 reduce 到七个，可以。然后你只要用这些事情，那他的做法是这样，我等一下的方便写这个。其实这虽然有就延伸了一些问题 ，OK， 这个。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再用再更少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就更舍利的这个做法。然后，如果是三乘三的矩阵呢？对，这个四乘四再加大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等等，也是这个很基本的问题。所以这个 Srassen 在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跟数学，他是念数学出身的，对，就写了一篇这个这样的一个论文。对不对？他做法是这样，我们定这个，我把它写下来。哎，可以问问一下，刚才都是那个写下来这个黑数问。加法呢，其实比起这个减法是不算等级数，所以其实他要用更多的加法。你就注，他定七个量，然后把它加起来。哎，这个然后用加法来做。第二个量呢，这个我们用这个 A 2问加上这个啊 A 2 2这乘上是一乘问，这还是一个乘法，这每一个都是只用，还有做了七个乘法是这样子的。第三个呢变成这个 A 问问，乘上这个 B 问出，B 出出。第四个呢，就一半成为这个 A 出出，乘上这个 B， 这个 B 出问减掉 B 问问。第五个呢，看什么这个 A 问问，第五 A 问问加 A 问出 A 出问，乘上这个 B 问问加 B 出问，第五个都可以 B 出出。非常 elementary 的数学，二
加关键其实是在一加上三减掉二加上五，所以基本上做了在一加上五七，在这个你做了只做了七的乘法，虽然你做了更多的加减法，我这个你的这个位元加大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哎。是你七个乘法比八个乘法少一个，这就这个就很大。OK， 所以这个方法当时是令大家都 surprise， 这样做你会说这个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这样子来弄来看有什么好处？这几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OK， 那首先当然可以来把它 size 再放大，所以如果 A 和 B 都是 size 这个二的 k 次方乘二的 k 次方为止。那你可以说这个，所以你就需要，你其实需要的是有七的 k 次方，七的 k 次方，那因为你可以用这个 block 的方式，比如这个四乘四，这里把它分成，像这种 block 相乘。于是乎，你每就少就是四的矩阵之后，就只要这七次，这个49，对啊，这样子就省下来时间，就随着再加大，越来越多，这个，然后呢，或这个 in arbitrary size，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因为你用这个 0 entry 这个2k 乘 2k， 然后这样来做你也会解的，真的。所以呢，这个你会得到什么？ for n 乘 n你会需要的，结果你需要的乘法的数目是 O 的 N 的这个 log 平方分之七，这个不是这个 log 七，对，那这大约是呢 O 的 N 的这个2.81，我们原来讲的 O 的 N 的三次方。还是加大，你就降到了2.81，对，所以就是说，基本上Srassen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去这个 reduce 到你只需要那么这样的乘法 k 了，所以你可以define这个发生问题，这个当然你还可以再引出，所以我们用这些欧文念头，所以在数学上都是你有一个棒的，你需要的引出的棒，什么是 optimal 的棒，就这些 ，OK， 那。所以我们可以举办这个 exponent， 这个 matrix 什么 k， 所以我们可以举办 omega 等于 sin 这个 h 这个它的这个你乘这个 size 乘
代可能就是这个 O 跟这个 H， 这个什么安全这小颗的这个这个这个清楚。那这个所以你当你们知道的这个 Srassen 告诉我们这个 Omega 呢会小于 2.81， 对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做法是一样这样的。那 OK， 然后就说这还可以 improve， 这还可以 improve， 然后 improve 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要做的什么。事实上我马上可以这就 conjecture， 这是一个在这 complexity 的这个关注 matrices 的法律，这个 conjecture 我们把 x 给减到猜的，你可以想象。那当然，现做的呢，离这还有点小，比如你遇到2.5啊、2.4啊等等这样子，但是你是希望，就像很多我们的数学里的问题一样，我们就，这应该是就应付这个 h， 就按这个，这应该是说这个能取定于无限大的这个什么一样，因为这个 h 是周期的数学上讲。所以我们希望 Omega 等于二，这点是这个比如说你当然可以马上直接来问这个佛等于归之三怎么样考量的可以 improve 啊，23个怎么办？那三个人。高中生成是媒体成分，知道你要逆着这个逆着这个33次方写成一个27个，你可以降到23个，那你还能不能再降？那还是 OK， 然后呢还是 lead， 这是 proof， 还是 lead 在这个19，但到底19还是三个人还差一点，那到底是多少 open problem？ OK， 那我这个 n 等于二，沙恩告诉我们可以降到7个，那这个improve 这个事情 improve。seven 已经揭晓了，它第 seven 就有两个 arbitrary 的 two by two 的 matrices， 这个你至少需要7个，这就是要 prove， 你不能因为其实在这个 Srassen 当中，虽然经过10几年的时间，大家并不知道七十五还能不能再降这件事情，但是要 proof， 那这个 proof 中间就是这几何跟目的。在80年代初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好，不过那我下面就要解释一下这个事情，这边牵扯到什么样的事情。那大家都学过线性代数。
这个组很大的比正。我们用 complex number 或者说简单几件这个来说成这样的经验，就是这个加 BI 这样来说，所以我们可以比方这个 multiplication 我们有分成好了，这个是呢 C 的四次方，哎，这个在场没事情，这个所有的 collection 其实是已经这个可以看成什么是 C 的四干区啊，四干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C 的四次方，就是说叫 C 的四次方，就全把 OK就比到 A 乘 B， 这个 A B 你有两个这种 A B 对到这个 C 的 A 乘 B， 那这个嘛，在一年级的时候都开始接触到一个，这个是啊，同配班变化 A 变化 B， 所以这是百一年嘛。所以我们这边开始用一点点，开始用一点点代数观念，按都是这个一年级的时候你见过的百一年嘛，就是这个。那所以这是一个百一年嘛，那我们要看这个百一年嘛，我们看这个百一年嘛，那我要用 tensor 来看，用 tensor 其实有很多的好处，那。虽然这个 tensor 在一般 N 的时候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那这个我们讲会有三个百零年嘛，就是 fix A 它是 linear in B， fix B linear in A 是百零年嘛，那百零年 map 在三个 vector space 用 P 一个 A。到 C 可以更广泛一点 ，A、B、C 都是 vector space， finite dimensional， 我用 finite 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当然用四乘四，但基本上 A 乘 B 的时候，只要它的带对起来，对，这个你都可以来乘，这个乘法基本上就是摆平 vector space。那我要用另外一个观念，百零年是 let A star 等于 dual space， 对，这是 linear form， 等于我 linear， 来读这个。那你知道这个现在用这个 A 是按一个 vector space 跟它的 A star vector space isomorphic， 对，虽然不是很难的口令，这其实还是一个数学空间。那这个有 basis， 如果你有 basis V， 对，然后你有 dual basis， 对，我用这个 FV 就是你看这个 FV 等于 V， 比如说等于 E， 这个 FV 对 U。真的是丢就用了飞这件事情。那好，那我们来怎么来看这个六百零年嘛，A 乘 B 到 C
比如说四维，四维到四维的这个空间，这可以看成 identify 我们通常带什么假设 as a point in 这个进展的 in 这个这个A star tensor B star tensor C就是非洲的这样 OK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建议代数告诉你把零点满是这样子看所以这是三个向量空间向量空间 tensor bracket 当然这个也许并不所有人都很熟悉不过基本上这个如果这是 n 维的 A star 是 n 维的 A 是 n 维然后这个 A 如果是 n 维 B 是 m 维这个 A tensor B 是 n 乘 m 维 tensor product 的这个运动这个 construction 这个 matrix 所以呢 T can be identified as 这个 point in 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比如说如果这个 A B 等于 B 的四次方之后那这个 tensor product 都有这样的百零年慢它的维度是 dimension 啊，这个 A star tensor B star tensor C 就把这个 scalar 省略掉这个 dimension 其实是四乘四乘四这是六十四维六十四维空间 OK 六十四维空间所以呢一个百零年慢任意的一个百零年慢就像乘法这可以看成这六十四维空间的一个点，这样就是这是几何看不清的这个。OK，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任何的一个都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 T 是从 A 乘 B 到 C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 T 可以看成，如果把这个这个 T 从 A 乘 B 到 C，OK， 这里面点，对，数学的写法，如果是 VW 这两个是百零年慢，这个，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TVW 可以等 A 的怎么样写法呢？可以写成一个和。这个有限的上这样的这个所有的百零年慢这里有六十四维的向量空间在那个 K 这个 N 点二的 K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写成什么和呢写成这个 阿尔法 I V OK 贝塔 I W 再乘上一个 C I这个CI 是一个 basis CI 就是这个 basis 或 C OK 那 Alpha I 呢也有 basis 或这个这个 Alpha I 是 basis 或这个 A star 那 Beta I 是个 basis B star 所以一个百零年 map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就 Alpha I Beta I 然后这个 CI 这样子来写这然后这个写成 R 意思是名词 T can be written as 这个sum of R indecomposable tensors okay. 我们的 tensor space 是 A star tensor B star tensor C比如刚才这个 AB 的底万年级点4的时候 Indecomposable tensor
所以我们改成菱形。就是说，这些可以写成这个，因为每一个阿尔法 i 贝，我们任何这个单一 term， 阿尔法 i 贝塔 i 这个乘上一个 c i， 这也是一个百里年脉，比如说比较简单的百里年脉。所以在这个vector space 里面，我们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用当 v 一参数 w。参数 u， OK， 有一个 point 在这里， OK， 这个，这是一个六十四维，然后是 v w 六十四，你蛮清楚的， OK， 那写成了 right as 这个 sum。7 in the composer tensors. OK， 那问题是你需要把它写成 in the composable tensor。 什么是 in the composable tensor？ 什么是 in the composable tensor？ 如果我有一个像 V 和 V W 是 W， 小 U 是 U， OK， 在 tensor product 的 space 里面， OK， 就是单一的一个 V tensor W tensor 小 U， 这就会是一个点，在这个 V tensor W tensor U 里面，这就是一个 indecomposable tensor， 它可以写成三个这个。这在很多数学里面都会用到，所以因为这是有限维向的空间，比如说刚才六十四维，所以它有倍数。所以你知道解和，如果你成 scalar 对吧？你总是最多你用六十四个，所以你总是可以写成一些 decomposable tensor。那我们标准的这个乘法的定义 matrix 二乘二 matrix 定义是告诉我们这个。矩阵乘法这个标准的这个乘法是可以写成八个 indecomposable tensor 的和 ，OK， 那 Strassen 告诉我们可以写成只要写成七个就可以了。那所以问题就是说你需要多少个？可以写，因为越少你越这个省时间，这个就是说你越占道，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OK， 那这个。这通常这个 cos， 通常我们一般这个 rank 啊 ，potential t 用这个 space， 这个 a star， 这个 b star， 这个 c， 就是 least number， 这个 number 啊 ，seven。Right.
最小就是用它这个假设是一个 decompose tensor 呢，这个 rank 我用 RP 这个 decom 跟这个 R 的 M 二二二，它是在六十四维空间里面的一个点，但是你其实只可以写成这个 rank 这个是等于，其实可以证明它是等于七。虽然它可以写成正啊八个，但是你可以查证的方法就是聪明一点，它就可以写成七个。这是我们要讲的。那我们要讲的是，就是说这个，那为什么？ OK。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到了几何？你那个 decomposable 还是 indecomposable？ 对不起，是 indecomposable， 谢谢 ，indecomposable， 对，是一个 decom， 因为每一个参都可以写成这个，所以 indecomposable tensor 一般是一，这个是七个，这个事情可以证明七个。OK， 那上这个是 geometry， 我们要有。六十四维空间，对，这个 dimension， 一个 v 等于六十四，但是我们要 pass through projective space， 对 ，p v， 这个 dimension。这个摄影空间就是降一维，这个光影上摄影空间呢是 line projective 一个 vector space， 把你的所有的 line 看成一个点，把所有的 line 过来进行，所以你三维空间你就你的这个 PV 就是 n 减 u 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考虑的比如说 indecomposable tensor，你把它 tensor 乘上一个 scalar 才是 indecomposable tensor， 所以我们所有性质的问题都是这个可以从 projective space 来看。好，那么这个indecomposable tensor， 这就 correspond一个 subvariety， 刚才的六次啊，你慢行这个九，在这个嗯，好，我要看九是为什么是九，就是那个。高维的六十三维的这个摄影空间里面有个九维的，那每一个九这个九维空间上点一个点对应一个应力坑分的分解的三个 ，OK， 这是几啊？所以这个 recall 这个一些基本的非常基本的这个概率几何的观念 ，OK， projective space。对，我要解释这个所谓，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六十三维的这个摄影空间里面，有一个九维的超平面的或者超平就是空间这件事情。那这个在代数几何里面在十九世纪，代数几何有很重要的这些一些人，他们在意大利就发展代数几何。那这个有名的这个 Sager 代数几何学家，有所谓的 Sagerman， 从这个 Sagerman 呢，我用这个 Sager， 是从这个 P， 因为我们刚才四维的时候就是用 P， 我要用的是这个，它可以从这个我要用。
因为每一个都是 T4， 我先把它变成 T3 所以呢，我们讲的 P1 的 sample map
1到 P3， 所以这个 NM 都等于1，所以 NM 加 N 加 M 就变 P3， 所以这是一个 surface 在三维空间里面。 OK， 那这个 surface 在三维空间里面，你把那个坐标上相等写下来，它其实是这个 image。 OK， 这个 image Okay. Image of 什么？怎么样？ Yeah. 这个 equation 是这样， okay. 这也就是我们考虑这个image 啊 ，sigma satisfies， 因为我们把坐标就写成这个 determinant。嗯。这个我们用这个如果我们用这个zi 代表它的这个坐标的话，在这里的这个坐标就变成这个 determinant zi 点b 零啊，写一下 b 零呢用。V0 V1 V2 V3 等于这个 V1 V2 等于零，所以这在 P3 里面满足这个方程，所以这个你可以 Z 还是等于乘这个 X， 这个因为你看 P1 的点就是这个 X最简单的情况，最简单的这个 cycle 就是 circuit， 这个情况就是 P1 的 P1 放到 P3，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基本的几何。那我们这样来看好了，OK， 像这就是一个这边就是说你可以上网去找，像这就是如果它全部都是 line， 用 projective line， P1 我们看这条 line， 只是我们加了一个无穷远值，加这个 line， 所以你这个 family of line， 然后你变化，两边都是 family of line， 所以它全部都写成这个这样子这个 line 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ruling 最简单的 ruling 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微分几何的一个或者单体几何的一个最简单的三维空间的这个surface，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 ruling。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做一些 ruling， 只是呢我们现在做的更复杂一些。 OK， 我们首先就是 ruling 的这个 ruling 的一个性质，就是说你在这个刚才的那个 surface 里面，你最下因为是一点一个坐标，它就翻回就是这全部都是一些线，这个线对，或者 fix 第一个坐标，或者 fix 第二个坐标。那这边呢我们建议 fix 一个比如 fix 一个第二坐标，你三个样，就是不是条线，而是 P N 横纹线的平的 projective space， 一个三个样子就对。所以 ruling 的它的这个 inverse image 的 image 回过来都是一个 family 啊，这个平直的 space， 比如这都是 P N， 刚才是那个 P 1的情况，很简单的情况，但是现在都是这个 P N， 反过来你去 N 的这边坐标就是P N。这样就是完全用 PMPM 这样搭起来的这个 space， 那这个 space 其实是会是一个在这里面的这些这个跨越跨越没有的零根的这个交集，这样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集合的事情。也就是说，好，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three way 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再复杂一点。这就是说，这里其实现在的数学家要稍微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
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所以我们就是这个 PA， 这个 PA、PB、PC、PA star、PB star 和 C 就是。那 PA A 是四维，所以现在变成三维，所以是三维、三维、三维过去。那这个 ruling 就是讲刚才是两个，这个一维是 ruling， 所以是个 surface 的 P 站，所以那个大空间是三维的摄影空间，那个是个开一个 surface， 也是二维的 surface 在里面。所以这个你做这样子的 segment embedding 的时候，你做这个，比如说从 P 三 P 三 P 三到那个时候，它的 image 就会是三加三加三，就是九。所以我们是要在六十三维空间里面的九维。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可以解成这个 indecomposable tensor， 其实是在我们那个六十四维空间里面一个九维的一个说一个 hypersurface， 好，这个九维。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个百因应的乘法，不管是哪什么样的百因应的乘法，它那对面那个 tensor 如果落在这个九维上，它就很需要一个乘法，就是最简单情况。可是，在六十四维空间里面，那个九维的 surface。空间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很少才显示这样。所以你就可以，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也是都是其实是这个不基的一些几何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用到这个叫做切线，不割线，割线的 variety 的观念。就是我假如有一个大空间，你们有两个 variety， sub variety， 两个小的空间，然后我们要找一个大的空间怎么办？我们把它这边取一点，那边取一点，这样，然后我们把它中间连线。你知道在这个直的空间，像摄影机的空间跟那个相机一样，你可以两个点决定一个，所以你拿那个决定一个线，所以。你拿两个点不在这个，你又可以连成不同点，你可以连成有条线起来。所以你现在考虑 v 和 w 的时候，你就考虑这个两个。假如你有一个这个就是子空间 S 1 S 2， 你把它做这个，把它割线，全部割线，全部割线连起来，当然它是 unit， 全部连接起来。然后再取这个他所决定的这个是摄影 variety 这件事情，这个叫，就是我们要引进这个观念，这个 Srassen variety， 这个，所以我们要引进这个。
等于呢，等于把 S 里面的这些 joints 这个所有的 union 啊，这个都拟上这个。问 x y， 哎，这个是的，x y 的应该，但是 x 不等于 y， 哎，这就这样子，所以把那所有的割线，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 S 里面选一点，再选另外一点，然后来做割线，来做割线了之后呢，这个是这样，然后再做这个。Closure 你可以看成这个所谓的 directly closure， 但是并不重要的 closure， OK， 这是就是说最小的一个这个代数里边的一个主空间，是曲面或者超曲面包含在这些所有的各线在里面。然后你还可以在 induction 再往上做这个 sigma 3 s， OK， 然后这个 sigma。一直在，当然都在这个 P， 这个六比三，这样。那像刚才说你怎么证明它至少要六个？所以呢，这个 sigma 这个 S 本身是第一个高维波产生的构成。那这个开始我告诉你，它其实是一些跨越式的 surface， 是曲线多样式，我觉得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曲面在这个空间里面，那 sigma 2呢是这个 S， 所以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这个这会越来都越大，越来越大。OK， 那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些你要 play 的几何，在这个六十三维空间里面 play 几何，所以你可以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这个 dimension， 这个 sigma 2的这个我用这个 S 其实19 OK， 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个各线就把它放大了之后就变成从9维就跳到19维，就是在代数几何里面它会教你怎么算算这些代数 dimension， 所以你要用你这个研究所代数学的一些交换代数 dimension 的观念，你在摄影空间里面怎么样算 dimension， 然后呢你就会算出来的 dimension sigma 329分，对，就是越来越大。但然后呢，你会接下来这个是等于这个一直下来到59分，6，其实每次加10维空间，所以加到59。那这个，然后你就只证明了 dimension 是个嘛 7s。其实是 MVP， 这就是几何上告诉你为什么你只要70就够了，所以事实上你并不需要这样，因为这 sigma 2的运用就是可以写成两个 term 的这个不可分解 tensor 整合的这样的 tensor， 这个，然后你会到一直到，可是然后你要证明这个。这个 M 2这个事情这个不属于这个西格玛6，所以你至少是要记得，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的点，它这个在这个 P 六三七这个对应我们通常的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点空间里面，那所以它能写成多少个这个。但是因为它部落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上叫 stratification， 就是你把它增加，从9维一直加，你加到了六十，加到了这个60，你只加了59维，然后那它是不是能落在63，它当然还可能落在59维，所以这就需要证明。那当然你有不同的方法证明，在80年代他们就有把证明的方法。我最新的一个证明是在这个 proof， 就是
就是你证明了它不坐在里面，你就知道有不可能写成六种，这个证明是在2004年在 Journal AMS， 在英国这个蓝的书，就你要是仔细分析，这个不坐在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要每一次要把这些sigma要把 explicit 写下来，因为你要证明某一个点附在那空间里面，那空间满足一些方程式，它是什么方程式？这里就比较费功夫去做解释。所以也就是说，你要用你用了你的代数和再加上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事情来。Okay， 所以我想先到这里，差不多。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很好奇，我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它有没有很初等的方法？没，目前没有。OK， 刷卡的方法应该是比较初等。那我是证明就至少。对，它其实你大概需要线性代数就这个，可是当然他们要是了解这后面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你搞那些初等的一些事情，就你可以做到这样做到七。你只要写这个方案，当然比如七个 term 来，但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其实是有点神奇的事情。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三乘三的矩阵，你还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因为这边都牵涉到一些复杂。Srassen 的后其实是那个相当有名的一个数学家。事实上，我后面准备这个，我去查一下，用电脑网络可以查。他其实是哥廷根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就是跟你们清华一这个元老这个徐道明，他不同时在哥廷根，不过他后来在，他原来是学纯数学的，但是后来他主要都成名做什么都在很多的 science 上面，就是应用数学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哥廷根很有意思，他们就是有些程序文就走到这看这些方向，然后做出很好的这个很突破性的。请问这个 Srassen 他有提到说他怎么想到量子分吗？没有。不过他后来，显然他最后来，因为他后来有一连串的工作，他不管是那60年代末期，然后还有80年代有重要的，一直到这个2011年，现在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个对，但是他其实一直有在研究这些事情，然后他用各种几个方法去解释这些事情。然后他用了很多，事实上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原因，就是说这个原因，当然你说现在这 matrices 乘法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大数据跟一样的大数据，对。但其实他们也有现在统计上面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上也用这样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一套思路其实是有相当广泛的应用的这个东西。至于说怎么样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对吧？我想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事情。我只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学过基本的数学，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看，有很多人可以去想。然后其实很多基本的数学都是有用的东西，都可能是有用的。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这样，热烈的掌声，谢谢今天的推广。